好，開 game， 繼續玩。係，捉翻個 cam 走先。咦？呢度。所以每一日都要 set 一 set， 應該唔使。開 game。玩。咦？開入去。環舞少女之劍咯，叮！再入遊戲，叮叮叮，呀！做啲咩啊？使唔使升埋一點？能力狀態有成長點數。食菜籽職業代門，佢邊樣勁就升邊樣，睇下先。一咧，一二五，最強攻擊力，敏捷攻擊。應該紅繼續升，佢狂一個攻擊力落去咯。有兩點佢有防禦，係咪有新技？如果啲星會點啊？都有咩咩力？算啦，佢邊樣咩學習技能係咩？哦，但係啲技係點樣？即係咩有？唔知幾多點就先可以有邊啲技？邊一哦可以去睇微小火焰消耗咩掉冰咩呢個？對一名敵人心屬性，同加攻擊先咯。應該係最勁係你要黑暗撕裂，即係要升技巧同升嗰個攻擊喎，即係一定要焗哇！有招要全部學曬，強擊啄木鳥，造成咩？造成大傷害呢個。隨著時間，這個都好像挺好，想倒曬攻擊度先。一、兵、三咧，又係三招技。點樣學？即係自動學嘅，唔使就點樣撳噶啦，佢自動學咗啦。咁佢咧，佢係輔助最勁。Gear。學多了技招，錯局，咁樣打大範圍攻，打幾條友，敵人及周圍呢啲大範圍，自己隊友一個，咁呢個咧從狂升曬呢個先，有大範攻擊，邊係菜籽咧？邊樣？佢防禦最高。好多技得幾招技喎，睇下啲咩招嚟先。貫穿性一名敵人回血，呢個係就電擊麻痹有麻痹效果，呢個冇傷冇屬性傷害，當下 HP 越多血。知咩呢啲回血嘅回 M 起回血呢、這個唔知個咩啊？哦，救命！死咗可以救翻起，呢、這個反而好似好特別喎個技巧，不過升唔夠住，有三有兩點，其實招招都學唔到喎，而家升咗係嘛？唔係喎，佢再升係再有新會再出啲新技出嚟。佢升咗，有啲可能兩啲先學到嘅，要逐個睇咯。咁你要喺度，近排揾，要睇嗰啲技，最厲，射出無數斬擊。點解我升呢個咧？咁樣無數斬擊，呢個要啦咩咩？别，全部都有嘅。
跟住升技，升咗技巧先。呢个有两招，呢个会有几多招？都系两招。呢个有三招，咁学呢个先，攞多招。OK， 搞掂。做咩入步？咁咪 save， save 个符先，唔系 new game。save， 要咩？喺屋顶揾根沙，喺嗰度等我。之列，噔噔噔，冇地图啊！只 game， 你得闲先睇，未开放。道具可以有乜用呢啲？哔哔哔哔哔哔咁揿落去啫，消耗，未知有乜用。揿电话，其他系冇反应。上楼上啦，噔噔噔，又偷影，再上。嗨嗨，今日晚餐烟花女意大利面香辣咖喱斜盘面定系乜乜乜？有冇得上喺度？已经最高噶咯喎呢度。噔噔噔噔噔，好上去，啪！来了啦，你更沙有咩打算？叫芭蕾舞嘅真芭蕾をやめたって本当なの？系咩？你会跳唔到舞嘛？膝を伤咗，要退休。結構大きな故障だった。受咗重傷。その時は復帰できると。當時相信可以好翻，而家好唔翻。私たち、芭蕾舞者本來好容易受傷。早く治して練習。講緊醫翻好，繼續練習，點知重傷。だけど、いくらリハビリしても復帰全然痛みが引かない。それで改めて。先生が紹介した老師介紹嘅醫生睇下咩料。日常生活唔影響日常生活，可以做簡單運動。但傷唔到，唔可以跳芭蕾舞咁劇烈。もう膝が耐えられないって。そんな。乜料啊？なんで？なんでなの？咁容易放棄？唔想放棄，跳唔到就跳唔到。私だって諦めたくなかった。ずっとバレエも踊りたかった。でも、しょうがないでしょ。今でもまだ思いっきり力をかけてみたいし。痛嘅越係用佢，傷就越惡化。呀！腳耳閉，咁打算咩都唔做，仲要愉快過住高中生生活。做翻普通人，跟沙冇關係。叮，有嗰啲氣，係嗰啲。就是去打嗰啲高達定打啲雪人仔。乜料？ひなちゃん，又嚟啦 ！L 同 R， 又失控，入去可夢世界。入去啦！分かった。别别，哟，
冲入去，哇！红绿灯，结局又入到嚟。けど、サラさん、いや、ひなちゃん、さあ、早くあの子のフラグメントを探しに行きましょう。わかった。ひなちゃん。大丈夫？又唔想打。うん。私が行かないと。いや。ひなちゃん。入去打咯，打高達點樣？又有新嘢，關於意念碎片咩？而家可以固化意念碎片，攞咗碎片入去邊度啊？插入去進行，去裝啊，即係點啊？去落當武器咁用。針對三個字學會有上限，除了道具咩？除了具備技能原本概念效果，仲會咩？加上意念上面效果咩？兩個屬性，嘗試各種配搭，攞最強技能，即係點啊？咁就點啊？跳唔跳會跌死啊嘛，會有一啲冇辦法一般跳過嘅地點。有羽毛就按 A 去大步跳，探索到無路可走時，找下羽毛有冇效果。又翻轉頭，就打啲高達，執咗先。嗰啲嘢點樣裝啊？嚇？呢啲冇噶啦。哦，呢度有咩意念碎片？即系点三个窿？一，但系冇嗰啲碎片，呢个咪嗰啲唔知边鬼只 game 可以吉窿打窿，跟住放宝石嗰成咩？唔记得咩 online game， 即系用边招技可以又加埋其他属性呢、這个啦，呢、這个应该会常用呢、這个。加咪有兩個，一防御呢個加血，咁咪扼殺佢啊！我哋用咗啦，哦，即係得我打贏咗兩個就可以用兩個，呢度冇啦係嘛？咁咪再加，咁我嗰個日菜籽嗰度，哦，係咪咁樣即係得兩粒？我睇翻日菜籽咪冇咗先。系我冇咗喎，咁去用啦。别，得两个啫，你迟啲再攞。OK， 好，今日借抽市场。いつも通り落ち着いて。得啵。よし、どんどん行こう。辅助逃离。點輔助？係啲技嚟嘅，哦，啲係回血技。我一定打曬兩個。飄飄飄飄飄。呢個啦，又打幾個。巨大化，对周围伤害减半。佢大范围系扣十几、廿几，发咗电，对攻击，手部角度。嗰大排骨嘅勁啲喎，扣廿幾喎，呢啲扣好多個廿幾。搞掂，冇，你乜都攞唔到，你乜都冇攞到。
你想機器做乜嘢？佢賣氣，我有嘢攞。呢只係新怪嚟喎，即係有新怪。全部打曬。砰砰砰砰砰砰！啲大範圍嗰啲要用嗰啲 MP。一名兩佢攻擊丟十幾我打大範圍攻擊啾啾啾喵四十幾我搞了一關拿兩樣東西執執執執執樹皮要吃這個叫什麼怎樣過去吃樹皮我要這個領這個回轉頭假的 fake 的這路線是 fake 的沒有一隻抽有另一隻抽深熟性看到了飆飆飆飆到底沒什麼沒有頭怪粗暴反擊兩個一起嚼啾啾啾啾啾飛鷹豪叫打回下一格哇七十幾下扣哇假問哇行哇一百三十幾好厲害這個攻擊力去做主力喎好像沒過百的招做什麼在這裡過百攻擊力的招嗯執有樹皮這是怎樣嗯噔噔噔噔噔我在走過去的這裡執曬，あれかな？咩啊？呢個一粒石打大佬，ちょうどママのはいない。啱啱好唔喺度，可以攞埋佢呢邊。ひなちゃん、急いで固定して。等我嚟啦。喵。阿蔡子唔跳芭蕾。喂，第一次見到阿蔡子跳芭蕾就係。夢想住有朝一日可以跳翻呢啲舞，有心靈感應人哋，一至今仲學過嗰種舞蹈，第一次有呢種諗法，會贏到日才子，但係其實你先咁嬲，你而家變成咁。更殺喵哇做咩有咩唔同你粒呢粒嘢都係嗰啲鬼火
出曬嚟。打完啲怪再諗。行くよ。簡単に勝てそうだね。又開波。一開波俾人嚼一下，封口聲先。萊夢就單體揼死一隻啦，其他兩個都係打大範圍攻擊好啲。轉轉轉轉轉，哇！交十一血，又俾高達手刀，全部一齊嚼。單體揼一隻即刻，佢會單體勁好多，因為全一打前面呢個死呢個前面呢個啊，即刻秒。轉轉轉轉轉，過來攻擊。瑞雷飞机，飞鹰号叫，砰！廿几，我最记得呢招，咩火咩瑞雷个招最劲。关佢，佢最劲咯，攻击力，落咗一大扎，我都未知有乜用，嗰啲同埋好冇用，都唔知咩嚟。咩冇晒啲左右左势嘅人，你固化个粒星星嘢。冇，小赛冇成功理解感情，都要固化失败。もう一度気持ちを受け止めて、耳を澄ませてみて。どうして？なんで？有啲咁。サラさん。咧，佢憤怒嘅原因。怒ってる理由が違うの。ひなこがいなくなったら。冇日賽子點算？冇競爭對手。冇對手，做咗世界第一。係唔係憤怒恐懼？怒りじゃない。これは恐怖。Bien。バレエのない生活って。呢度個冇芭蕾日子。そんなの。死咗冇分別。死んでるのと変わんないよ。私は。我想自殺。目標に生きれば。冇其他目標了。拎埋。この感情は。恐懼。恐怖だったんだ。ひなちゃん。翻去度嘅揾根沙得傾傾，又過咗一度，佢翻嚟。なんでなの？サラさん、あのさ。哇！唔係地震。何？乜料？これは。哇！佢已經嚟咗，唔係佢高達啊！もう、もうって何が？哇！乜料？嗰啲咩啊？哇！地震啊！哇！啲咩怪獸？咩大佬？好震啊！大佬！原種，
你同嗰啲咩大佬即系抽。哎，呢啲好劲喎！啲大佬望落个样，全部都好劲喎。肿瘤都。要五人小队。全部冇事，嗰啲咩嚟啊？咩意思？好啦，我同你讲嗰只嘢。嗰班友。唔知系咁啦，除咗我哋，大家都停止喐唔到啦，得翻啲反象者可以喐到啊。都唔知嘅咩？佢怪兽出现之后，其他人喐都喐唔到。冇事，大家时间停止咗。啲怪实体化嚟咗现实世界。状态处就好似处于可梦咁。不过佢哋都系反象者，戴住戒指，反象者咩？流入佢哋体内，可以共享可梦力量。大家只喐到，俾戒指我幾多隻有成扎，有成扎戒指就可以，佢喐到啦。各位打翻嗰班友只有我哋，俾力量我哋。我呢一隻臭點樣做得到？冇問題啦，擁有力量，秒速變身。現實中都變到身。用出現，即使喺現實中都用到艾提爾能量，都要反象者力量，只可夢世界。即刻即抽啊！但系应该点做？因为戒指充满咗大家情感，用到佢，使运用其中一部分力量。讲乜？全部都系变身，佢三个未变过身，有粒眼镜睇。家用啦，踢人入会，成班人入晒会，做晒反象者。反正咧，而家战斗唔战斗都会死，试下。哇！啲大佬好堅啊！啲樣邊有咁勁防禦？防禦罩咩？咩怪？點樣？連續技有夥伴咩？提升連續技 OD 咩？隻人消耗一定要用一定要扣咩？就可以增加回合中的行動次數。於連續技中行動無法重複用同一招技，要謹慎使用。用連續技攻擊咩？依次數變得更勁，同時 MP 都會用少啲 MP 陷入。危險嗰陣咩？攻擊或者得到機攻擊機會嗰陣時，好好利用一點。佢有時講我都唔係好明白，都要玩落先知道。輔助技輸入攻擊之靈，用對人點啊？合體技啊 ，combo 啊，
累積之前攻擊不會出現指令弄壞佢，但 H 就會咩恐懼當場逃走，夥伴逃走時又冇辦法用技，一定時間之後就離遠都會翻翻嚟。你能否使用夥伴技能透過 MP 共鳴？最大就一發，係咪一夜清曬啲 MP 嗰啲咩呢啲咩合體技？夥伴喺輔助入菜啲消息跳咗一個，即係個新個三個就啲技流啲嘅，本身前面嘅三個又勁啲。個夥伴按下 A 又會自動分配 A B X Y 結束編列隊伍之後咧，血種間接就會開始攜手合作打死啲大佬。一出嚟，佢要講啲咩？加油！打完啲大佬再算。我唔知咩事，我都係幫手。戰鬥冇問題。一定行過邊？呢邊唔俾落去，你兜翻轉頭。跑落操場，全部唔喐啊！呢啲撳緊手機，好落去。操場咪變，我都唔識行，冇地圖，有熊仔定乜嘢？選擇輔助，攞曬三個啦，係嘛？咁樣。好流啊 ！HP 叫咩啊？法師細心急救，發球呢個打網球啊嘛。呢個啦，呢個會好勁啲啊 ！support 咩防禦啊？攻擊呢個啦，唔係攞曬啊，咪攞曬啊！一人一個嚟就應該。对啦，跟住呢个佢要回血嗰个啦，呢个又帮手攻击，咁搞晒之后点啊？准备好未？好。去曬咯！噔噔噔噔噔，戰鬥開始。好似喺好遠地方。哇！哇！哇！一炮打埋嚟。連續技係冇得撳住。要擊出嚟，佢有冇升分喎？諗翻起，飄一百四啊！擊退效果少。佢四打唔痕，扣啲大佬扣幾多？二百幾？點樣睇佢嗰個 MP 咧？睇唔到佢個輔助嗰條友。哇！二千幾血啊，大佬有。一扣百幾啊！而家都係，我啲驅逐都驅逐唔到佢。
哇，魔眼光速，哇，死啊！真系睇唔到佢扣几多血，仲系吞刺，越嚟越哇！有其他细怪，哇！要满 MP 先用到啊！我嗰啲全部一齐揼。全部一齊揼，攻攻攻攻，有啲 miss 咗。用唔到啊！啲技已經。交叉揼停咗啲，死咗幾個。Combo， 哇！一下夠96。弱化。哦，代攻击啦又，哇，好像唔系扣咯，佢一直挂有几个嗰个目标，哇，嚟。有乜用？強化又到啲嘢怪攻擊。Halloween， 冇限攻擊封咗佢一次。呢個小血啊，因為全體啦，全體應該死咗一隻，又揼到其他人。哦，死了一個，好，我再打一個，哦，死，哦，死了一個，哦，剩下個上面的頭。佢連熱連擊冇曬，全部用唔到，即係點啊？咁樣拍咗佢一次，都用唔到啦。回啦，輔助都用唔到，儲氣。要睇要計埋啲嘅，攻擊到冇啦，再攻擊。啊，啱啱封咗佢先至咩？好，殺技，但好似冇翻少少右手個傷嘅，全部補。百技個體輔助又減弱啊，弱化你啊，代攻擊啊，其實唔係，妖，得嚟，又靠你200几，哇，我粒攻，哇！是不是攻擊不到？又封了又攻擊不到，好，精精精精精，輔助攻擊來了，
¡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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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on!反轉還擊 你成功了，成功趕走了他。辛苦了。完全打到了，即是暫時撤退。他有襲擊其他據點。他有襲擊其他地方。 其實地方其實就有22個好像突異點的地方，不過只有不同的反轉者據守。星宮這個就是第17號突異點，反正如果不在突異點的範圍內，沒辦法發揮力量。我們不在那裡的時候就襲擊。 預測到完成出現時間。 力量變身之後就有辦法跳舞。でも。剛剛我的友,這魚種全部打到,就實現一個願望。來一翻這個。決定好我的願望了。決まってる。 面對跟沙心情的想起。 做啲後面輔助，都謝曬。ありがとう。都係唔係因為你咩？即係為咗自己，冇對手根本提唔到勁。點頭。ひのちゃん。繼續做反轉者。 再次跳芭蕾，又是芭蕾人星。法語星星語練過嚟。頂尖芭蕾舞者又係夢想。多多指教小菜菜。 那個反轉者是反射光芒的東西。介意個咩？
个名好适合而家嘅我。因为芭蕾舞声唔同，冇办法自己散发光彩。家中有咩除底裤、冲凉？话说翻回来，唔做咩？世界竟然存在呢啲嘢？この世界にいるなんて、私にできるのかな？一定搞得掂。非做得好咩？防水嘅喎，我为咗再次翻舞台继续做。だから。数一，四副。即系玩到呢度先啦，唔系一阵又停唔到，啊又要睇多阵，一出翻就停啦。我谂每日玩一 part 到，打一次啲咩大关嘅咩，直接咁样进行活动。有乜料？我耳机冇咗声啦。叮叮叮！我仲系点解听完好似冇讲咗下，冇讲到下一句嘢？唔係耳機又冇聲，都係療法。總之咩進行文化劑，之前同大家打好關係先。係嗰度冇個聲，只機冇聲喎，咪打好關係。誒唔係嗰個。仲係佢筆試，如果我識 game 會點依家？啊有聲啦，係 game 冇聲我自己，因為 stop， 誒嗰個 save stop 咗再開會點？我試下再開先，但係 game 無啦啦冇咗聲，改個先。現在有翻聲，奇怪。是。一。それで活動って。具體嚟講，要進行啲咩活動？總之咩，開始文化祭之前，大家打好關係。打好關係。仲關係。仲良く。同各種唔同嘅人交流，接觸異性睡眠機會大啲，去吸攞其他技能。啲小才多上實行委員，所以就有多啲談話嘅機會。なるほど。所以先要篤你出去。嗯，同大家吹水。というわけで、ひなちゃん。自由空間聯絡帳號。咩自由空間？フリスペって何？ええ、ひなちゃんやってないの？冇咩嚟？まさかスマホも持ってない？冇。いや、それは持ってるけど。よかった。安裝一下就得。インストールすれば問題ないね。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あ、それでフリスペっていうのはね。自由空間啫咩 ？Line。なるほど。Facebook。つまり Twitter ってやつだね。SNS。ひなちゃん。呢啲嘢你都唔熟。あまり詳しくない。というか機械系が苦手そうだよね。うるさい。煩。これからの活動に必要そうな。注册之后一啲活动会用到嘅嘢。装啲乜嘢？哦，可以玩電話，自由空間。從而家開始咧，自由空間喺學校 LB 嚟開啟啊！咩羣組聊天室可以享受同伙伴對話。我要用拉人哋 A 回覆，我暫時唔理。睇下咩？閃令令。羣組話聊天畫面 on Y
阿蔡子主動開啟話題，但又未有讀信息嗰時，冇辦法用，要睇曬先俾用，唔可以已讀不回。點唱肌肉想食又換背景等等等等，嗰啲功能資訊，請查詢你嘅入邊乜乜乜。關於任務，借由轉單任務可以睇有啲咩任務。想地圖咯，有冇 Google Map？ 不過學校地圖好未識行，睇有啲咩任務咧，支線咪又主線又支線咁，進度有幾多報酬，做咗幾多，提升評價 PD， 令周圍嘅人更加關注，有多啲 like， 因為咁多啲容易接觸到碎片嘅。一旦造成評價 PD 論，呢就要同小直同埋內幕報告反將者互動成果，可以攞嘢嘛？三個人互相交流情報，分享學校啲嘢，有助之後活動。任務唔需要完全完成，達成能力範圍內任務就可以提升評價。哦，有地圖顯示有咩事。喂喂，叫右上角啊 ！at 曬啲好友，阿明仲係好友。噔噔噔噔噔噔，撩有50 PT 即係咩？咁呢度玩到度先啦，唔係聽又停唔到啊！你知只 game 圍繞校園吧，哇！瘋狂有信息，只做家人吩咐嘅事，我可唔可以停？得啦。玩到呢度先啦，聽日再玩過。唔係停唔到啊，只一講嘢又睇餐懵。好，聽日再玩。師傅，我哋轉 game。Dead by Daylight。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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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翻個 game 名先。翻我 camp 過去先。van 易洗，耶！唔使排隊。同喪鐘，全部殺手入嚟喎，師傅。師傅，收埋佢。秒速有長，都幾好玩咧。頭先嗰只我即係比閃亂神樂好似有多啲花神。閃亂神樂走埋，閃亂神樂係真係純粹為咗睇嗰個必殺技。其實都冇乜特別嘅，就話你玩過曬每一條有必殺技，你睇試曬知曬佢啲招係咩樣，你就根本打嗰啲嘢係冇乜分別。即係啲嗰啲花神仲少過玩無雙，仲少過玩無雙嗰啲。無雙反而會多啲花神，有時玩下啲咩伏兵咧，唔知咩引啲兵，唔知做啲乜鬼咧，都有啲特別嘅。閃亂神狼冇呢啲嘢，見嘢係秒。唔使咩護衛護住啲咩工作兵要去邊護住啲工作兵做啲乜嘢冇呢啲嘢，一無真三個無雙四可能仲啲花神仲多過閃亂神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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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玩殺手，再，阿小俾佢玩殺手，玩長殺手先，一陣先翻過嚟。殺手會使，哇！我都話冇變過咩十八wing，電鋸擊殺，咁呢個計唔計？佢計唔計？ 46呢，冰，夾升埋啲分去，豬頭，夾冇紅燈，冰冰，冰冰，冰冰，水罐。 哦，快播！加分嘢，加分嘢。 撸杆，撸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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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唔知呢個電鋸計唔計咧？咩15喎？佢呢個計唔計？你抄下啲人啊，見到啦。 呢度有兩個，好，好，執起，有冇勾啊？呢度有勾啦，收去。DBD 系咪更新咗？啊，过沙士啊！成个攞出嚟，上钩，啪！
今年都有近啲喎。砌機。太远了，我脚会。借一下先。啊！又追。哎哎，又射到。冧，飞，咩落咩扮，咩落扮，嘥赖扮，好上钩，射，后面。爬入呢度，繼續追擊，仲係受傷毛。哎頂！死埋，中，咁咪死咗個，得起，送你去歐道，噉，哦，上去，大智識，哎呀，怪嗰度，都有用，呢招 BBQ 都幾好，幾有用。在这对跌咗嘢，小姐跌咗嘢，个脚唔可以咁样，点样打翻落去？但系见到佢又追击，啪，甩埋，即系 BQ 第四镬啦。又喺嗰度，我两个，一个整紧机，两位就喺嗰边。一近已經根本佢冇得避開，佢唔會避得開個電鋸，俾你揈揈揈，死吧！去曬邊啦兩個？青春時計，緩和一下氣氛。
大丈夫。哎，对。哦。佢净系整咗一部机啫，但系另外一个整紧嘢。就在部機附近，那邊剛剛這裡有腳印，光去了哪裡？要踩完這些機才行，踩剩下一個啊，都挺難炒。要找一下他們，因為踩一下就沒有了。沒有過，因為又沒有過邊呢？哦，喺度。佢唔知狗窿喺度，去邊？佢走得咗，唔知佢跑去邊。邊啊邊啊，咚！但係去咗邊度？喺兩條帶中間。跟甩咗頭先，啲機冇喐過啊！冇走咗溝窿，豬豬走甩咗，渣噶，再爬。
47，換翻其他嘢先，唔好用呢啲，佢減慢啲唔好用，計唔計下先？喂，唔計唔計喎，佢個電鋸唔計數喎，要嗰舊嗰個先計啊！消音，用鋸鋸中人，佢減慢，跛行。Ready， 未殺夠25。不識星期五啦，依家係喵，得我燒嘢，其他人唔好燒嘢。仲未入到場嘅，仲撈緊，要等啲人。好，入波，依家會睇條笑到好眼瞓。我依家呢啲時間先得閒開嘅，其他時間唔得閒。我玩完，真係唔好彩，即刻俾佢望到。哎，頂！繼續中。冧！又翻返嚟呢個位。哇！頂紙電筒，咁犀利，啱啱好一嚟，哇！即刻慢。嗌咗呢一邊，喺度，冇啦，都要近嘅。
我哋依下要。好準，再走一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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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嚟加速。好，執你。嘩，勁到佢綁手技添啊，睇隊友。我今次望佢埋牆就冇得照。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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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玩翻，最後一下，喂，好唔得喎，得兩步，好，注射。執你，又嚟，你今次佢照早咗啦，又急背脊定乜嘢？執翻啲電筒。好，照中，我又去有个背脊，好上去，好近啊！啲队友望唔到，完全。在哪裡？不知道那部機器，這部在動，好，好，這個不是死，這個第二次啦，這個不死，伸電鋸這個牆都 OK 的，轉彎好像在那裡仲可以整緊機，行出去，
知去哪边。我冇喐过，又喺度。应该翻翻翻去。要拎藥包依家，哎頂啊！我翻嚟加速應該。喂，上上先收。唔得。中。哦，未开晒，哦，谂咗个，谂咗第二件，诶，补血甩手，哦，太远啲勾，搬唔到啊！唔走啊！喺手嗰條友又死緊，冇人救嗰個人，佢又唔佢唔喐得啦，而家呢個位。
邊？佢開咗，兩個喺曬度。但係呢個升到啦，佢個個都上過勾，嗰啲都有冇咧？唔係，好似冇上過勾嗰兩個，都係升唔到喎。嗰兩條友有冇上過勾？有上過勾一陣，都有升。啱啱個勾咗一次，滋滋。砰！喵喵喵喵喵喵！噔噔噔噔！幾多嚟噶？四廿七咧。嗯。上面啦。冰冰。呢個電腳佬都幾好玩嘅，玩一場呢、這個，跟住就玩舊嗰電腳佬，四十八咧，我開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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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喵。勁在巨人唔會卡咗，可以掃曬佢掃四條友堆埋一齊，可以掃曬四個，真係可以同步攻擊。舊嗰電鋸佬都係一個啫嘛，你咁啱撞落啲陀錶佬啊，咁啊冇用。拎住咩？冇拎住嘢。啪啪！廿三喺呢度，廿三唔喺呢度。勾呢個勾先。是不是有人整機？又有一個啊！咁喺嗰邊，未有人盡快走過去救佢。呢度真系地下室，我救翻。我脚印啊，我就踎咗喺度，冇。补下血。冇喐過呢部機，呢部都冇喐過啫。
我呢度腳印，你跑邊邊啊？前跑，我呢度見到。乜料？山底有冇勾？山底有勾。好上去。Jump！ 爆機啊！有喺度話啦，有個好遠喺嗰度。佢嗰個 BBQ 啊，啲遠嘅人會睇到啊。佢睇到啲離嗰個你勾個位置做起點，跟住好遠嘅人會望到。去邊啊？哎呀，就係啦，坐喺度啱啱跑往已經望唔到。你衝咗去救人，救咗，睇唔到咯。點解啲腳印喺度咧？就算我睇佢唔到，喺度兩個寶血。哎呀！走得咗。勾下標先。翻轉頭，都有腳印，369冇打唔中，有啲啊，都揾佢唔到嘅，轟！最上面條友先封住，俾佢整緊。逼咗落樓梯先。在上面，哇！頂電筒佬，仲有哇！仲有鬼上面，可唔可以跑到好遠？四人仔第二次上勾，喂呀！好了，這個人不搬得了，要跑過大道，第一個是很遠的，真的，不是扔死一條人，上一條人肯定就死，哎呀，變回身的那個。哦，知知，又救翻水，陀標，電流包，
有人在巴哈文店落脱字二開台啊，有。好。喺呢度，哦，有個瞓友就得 ，OK。有人幫佢補緊咧，應該。誒。可惜開台未必有玩得勁嗰啲咯。射一箭。冇人救佢。好死埋。都好耐，而家攞都唔知道仲冇得俾咧。已經過咗都好耐好耐之前嘅事，攞個新。冇喐過呢部機，佢剩咗一部機啫。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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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哦，爆機！飛飛，一日算啦，都40分，而家玩多場人啊嘛。翻嚟玩兩場啦，殺手玩到呢度先。咚 ，YouTube 版。四百。睇下佢十月，睇下佢萬聖節會唔會出啲乜嘢？我覺得會出啲萬聖節嘅 skin 嘅 DLC 咯。喺邊咧？有時真的不是望得很清楚，有沒有人在這裡？邊度啊？喂，邊？我聽到聲，但我睇佢唔到。哎呀，見到呢度。又見到，見到。自由一下先。
跑出去。呢、这个情况仲快，快啲攞多100分先去踩机。哦，四个死晒，咁弹刀，噔噔噔噔噔，杀晒四件。啊，去玩可能玩两场人啊，听日再玩。噔噔噔，同埋洗咗 van 啦 ，van 已洗，瞓先。到个沙士人，拜拜，拜拜，我就瞓。嗯嗯嗯。噔噔噔噔噔噔，砰砰！好开波，秒速开波，竟然有抢，秒速开波，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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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几点瞓？一两点。整埋啲嘢，整埋啲片嚟瞓。近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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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度有一部正喎，哦，知知。哇！頂咁碎直，俾人抌中，我要落地下室咯，滴滴滴滴。啊！等队友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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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零九。喂，补埋啦，咁要。
星期冇咩出晒街嗰啲人，即系日唔可能唔使早起身之类。我而家揾队友做嘢一齐最快。接，我仲个陀标未用。叮，平日系多人啲。同埋咧，我觉佢睇台都系，就算达，就算连达哥都系，喂，听我讲，达哥都系可能。開頭得幾，即係而家呢排都係少咗人嘅，我都覺得，就算連達個台都可能都係四五千嘅，即係開頭嗰陣時。以前見達個起碼都五千嘅，少極都，而家會有時會見到會真係兩三千都會有可能。上勾。接，冇乜人睇咯，系可能即系冇多个人嚟，冇多人睇到台，冇新人睇，即系冇新嘅观众，可能睇开个班，可能而家都开始忙，都唔得闲睇台，跟住但系啲新嘅嗰啲可能细路仔啊，又冇睇 Twitch 咁，即系只会越来越少人睇。即係真係好細好細嗰小朋友冇睇台。哎，頂。冇啦，食咗下死。咁低咩？依家咩二千蚊屎尿，听日多到闷。哎，冇药包。真系听新闻。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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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哇！勁準，咁都中。睇完啲都冇計，因為啲席位個席位一定係冧緊，
ya.已經飽和了，我好像見大概都是好像萬多人，頂多，即是那個人是這麼多就這麼多，我好像都沒見過大概有3萬人，如果人是這麼多就這麼多，我已經到了頂點，因為看台的人數比例太少。哇，又救翻咁犀利！用，因為其他人有幾百人嗰啲已經好。百幾百人已經很厲害，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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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走，因為分開整，因為佢應該俾細佬得，哎俾油俾佢見到。哎頂咗牆。四路之之，落地下室。用唔到神上戰術，應該係廢版神上戰術，起唔到，唔好喺地下起身。哦，冇，冧曬。GG。哦，谁炸？啪！不灵，跌埋嗰个咩道具？讲下本书收台，58啊都。因為好似收袋啦，咁咪講到咩？
日本感到在外交上受到忽视，唯一妖四周又是充满怨念的邻国。我现在继续。日本的现代化证明过去欧洲人的想法都想不到的事，欧洲的殖民主义建立在种族理论上面，如今非白种人竟然同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很多亚洲人，极力贬低日本的成就，不单只是因为他曾经攻打过邻国的残酷事实，更加微妙的理由在于亚洲人相信日本一直在想方法脱和亚洲脱欧。今天我们所知的日本文化多半源自于中国，一个中土之国当时是全世界的中心，亦都是所有文化、技术、宗教和道德的发源地。举繁种铺以及青铜器与铁器的使用技术，都是经由朝鲜半岛从大陆引进。从大约一世纪起，很多统治日本的部落首领中，有几位曾经派遣使节到朝鲜，而当时的朝鲜也受到中国的影响。从西元后400年左右起，日本就定期派使节去到中国，先是南京，之后到中国唐朝的首都长安。那些使节受到中国的各种习惯和教条的启发后，回到日本。最重要的是佛教的教诲和儒家思想。圣德太子在西元604年颁布的日本宪法，其中解释的道德规范就是充满儒家和佛教的思想。研究日本现代前期历史的圣桑写道，佛教不单只是一种新形式的崇拜，亦都是全面的信仰。这个就好像一只很犀利的神鸟挥动着强壮的翼飞越大洋，将新生活的所有元素带入日本，包括新的道德观、各种智慧的学问、文学、艺术和工艺，以及本土传统难忘其汉碑的微妙形而上学。圣德太子委托兴建壮丽的法隆寺，这座堪称木雕奇迹的佛教寺院，坐落在奈良、古都和京都之间，时至今日依旧保存完好。此外，中国的租税、土地私有和官僚的阶级概念，亦都是成为日本社会和政治秩序根深蒂固的元素。即使中国文化的优越是不争的事实，两国的关系却不是一直都很平顺。在607年，日本大使向长安的宫廷致国书，暗示两国的地位平等，这个举动被中国官廷视为笑谈，因为当时的日本在中国眼里面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日本继续崇拜中国的知识，甚至以金钱去中国进贡。在日本的文化开始起的时候，就一直直接或者间接向中国睇齐。日本文学的学者基因这样写，中国的概念传到日本之后，无可避免经过大幅修改。一些日本的美学和灵性的概念从来都不是完全受中国这个典范的影响，但整体来说，中国被承认是所有智慧的源头。好，讲住这么多先，今天再讲都收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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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瞓觉，整埋啲嘢瞓觉。Goodbye bye.